我们这次 3D 智能手办呢，是我们组委会赠送给我们在赛事期间7月22号到8月11号过生日的运动员的一个生日礼物，然后他们就可以到我们这边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个高科技感带给我们的一个新奇的一个体验吧。同时呢，也是在这个大运会期间，然后让我们运动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留念的一个方式。